当他唱那个黑的时候，因为他比较讨巧的这个一个发音，他的黑如果你唱不上去呢，你可以去想一个方法，就他会咳嗽的时候，对，真的咳，你真的咳，对，你真的咳，哦，真的，对对，你就，好，你就找这个，你找到这个劲儿以后，你持续，嘿呦嘿呦嘿 ，pick me， 嘿呦嘿呦嘿，对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地方？好，你记好，对你记好你这个感觉啊。我说这个方法其实只是一个辅助，更多的还是张嘴，一定要张嘴。对，第一呢，就是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，不管是唱慢歌还是快歌，就是一定要自信。其实唱错了没关系的。唱错了真的没关系，你去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优秀的歌手都错过，都错过，就你不错怎么能对呢？你总要试，你总要试，你不能永远是说我连试都不想试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永远都是错的，绝对对不了，你一定要不停地尝试错误，你才会对。你可能嘿，你走音了跑了没关系，嘿呀嘿都没有关系，对，就是你只要你练好了，当你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用去想，所以就是一到这个嘿呦，大家都会去想一些东西。我觉得更多的，我觉得有60%-70%都是在这个自信上面，放开去唱就好，好不好？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